三岁女童惨遭钢筋贯穿脑袋，30厘米的长度从口腔直插颅底。可当医生看完孩子的伤势之后，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父母听闻如此噩耗，犹如万箭穿心，他们祈求医生救救自己的女儿。说完之后，我们心里就受不了，真受不了。这天，医院大厅里，一群人推着一个孩子慌张地跑了进来。可当医生赶到病床前时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愣在了当场。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孩口中竟有一根长达30厘米的钢筋，而且已经贯穿头部多个器官，能活着就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。女孩名叫佳佳，只有3岁的她在外公外婆的看护下在田地里玩耍。可此时，一位13、14岁的小男孩骑着摩托三轮车撞倒了佳佳身旁的电动车，而触碰的一瞬间，一根钢筋就这样插进了佳佳的口腔里。眼看女孩危在旦夕，医生们立马开始对佳佳进行抢救。可由于钢筋的特殊性，氧气面罩根本无法挂上佳佳的头上，医生立马开始对佳佳进行初步检查，用手电筒光比划脚心来刺激孩子的神经，可结果没有任何反应，体温更是达到39度。最后经过各科医生的诊断，他们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来为佳佳做手术。随后医生专门找到父母，并告知他佳佳在手术中的危险。首先是大出血问题，由于钢筋已经深深插在了佳佳的脑子里，主刀医生稍微用力不均匀，可能会造成失血过多，孩子的情况会更加危急。第二就是脑中的脑脊髓液可能会喷洒而出，严重的感染可能会出现脑炎、脑脓肿。医生的话犹如万箭穿心，一字一句深深地扎在父母的心里。父亲愣在当场，已经无法思考了，而母亲抹着眼泪深深对医生鞠了一躬。他的脑海里一直想着女儿的惨状，自己的精神随时都有可能崩溃。当时就不知道咋了，我就脑瓜子就是撞那个墙，在地里磕头，我都不知道磕了多少次了。崩溃了，真崩溃了，说实在的。此刻佳佳的病床前还有她的大伯和二姨陪伴在身边，对于这一大家子来说，3岁的佳佳早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掌上明珠。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，佳佳或许还欢声笑语地陪伴在父母的身边，但可惜没有如果。很快母亲在医生的带领下沉重地签下了手术单，希望与危险并存，医生是他们唯一能够救佳佳的救命稻草。30厘米夺命钢筋从3岁女童贯穿至天灵盖，医生只看了一眼，当场宣判女孩死刑。由于钢筋已经卡在了硬脑膜边缘，医生意识到他们必须尽快安排手术。在各科室的协调安排下，佳佳在众人的护送下被推往到了手术室进行手术，而父母则在门外焦急地等待，双手也不自觉地紧握，他们眼里只有对女儿的担忧。可医生刚准备开始手术时，他们就遇到了第一个麻烦。由于钢筋占据了麻醉插管的通道，手术无法正常进行。管那深？对，现在是深。我给你看一下，是射程是吧？两边一样吧？两边一样。一样。你看看多少啊？15，行吗？好在医生经过侯静的引导成功麻醉，这还只是手术的第一步，接下来他们还要迎来新的挑战。由于钢筋插入的脑部位置深，主刀医生无法通过影像资料来判断钢筋是弯曲还是直的，一旦钢筋是弯的，贸然拔出可能会造成更危险的情况，而医生只能通过内镜慢慢摸索。可由于佳佳鼻腔空间太小，再加上钢筋插入进去之后已经挤压了其他的细胞组织，医生依然无法探查到钢筋的顶端。这时医生发现佳佳体内的钢筋顶端是弯曲的，如果没有判断好钢筋弯曲的方向，那么在拔出的过程中钢筋必然会对佳佳产生第二次伤害，这是医生们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。而预判钢筋弯曲的方向则将会是这场手术最大的难题。就当所有人不敢轻举妄动时，主刀医生张杰主任站了出来，他决定自己亲自拔出这枚元凶。随后张杰主任握住钢筋的尾部，慢慢移动着整个钢筋的位置，在场的所有人屏气凝神，甚至都不敢大口喘气，他们死死盯着张杰主任的手部动作。快来了，快来了，走，我要走了。好在张杰主任判断正确，这条危害佳佳生命的元凶终于显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可医护人员还没来得及高兴，更大的风险还在后面。来，给我一个那个纱布。还行，还行。
医生立马开始检查佳佳脑部，在拔出钢筋时周围有无损伤的情况，可他们最不愿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颅顶那块呢，还是有相当的一些血性的分泌物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门外的父母还不清楚女儿已经站在了生死的悬崖边，他们只能在门外祈祷着上天，希望幸运女神能够降临在他们这个不幸的家庭里。挣钱我得养家，我得养他，我得养我女儿。现在有一种自责感，孩子出生三个年了，没人陪孩子。对于整个大家庭来说，佳佳就是他们最后的情感寄托。父母无法想象没有女儿的日子该有多么难过伤心，那么手术室里的佳佳能否挺过这次难关呢？30厘米钢筋贯穿女孩头部，生命垂危之际，却没有一家医院敢愿意接收。最终父母带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。在手术室里，张杰主任刚刚把这条30厘米的钢筋拔了出来，又经过一系列的包扎之后，小佳佳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但父母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医生就告诉他们更大的危险还潜伏在佳佳身边。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一个重症感染的问题，神经系统损那个严重的问题，那么这个都要一关过啊。随后小佳佳被医生推往到了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，这一路上父母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女儿。此刻的父母或许没有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他们哭到刻骨铭心。术后第三天，父母只获得了2分钟的探望，他们眼神始终没有离开女儿，怎么看也看不够。走出重症监护室后，母亲瘫坐在地上，眼睛里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来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着女儿回家。可就在此时，佳佳隔壁的10岁小女孩突然病危，医生们立马对她实施抢救。半个小时过去，30分钟的心脏复苏依然无法改变她的命运，小女孩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一件事情的发生让门外佳佳的父母更加惶恐不安，他们生怕下一个去世的人是自己的孩子。可没过几天，父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小佳佳突然浑身抽搐，这意味着佳佳很有可能患上脑膜炎。医生立马为佳佳安排做气管切除手术。此时的父母来不及思考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医生，相信佳佳。看着女儿再一次被推进手术室，夫妻二人再次崩溃大哭，女儿所承受的磨难让他们无法呼吸。一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之后，佳佳再次被推到了重症监护室观察。术后第13天，小佳佳依然没有醒过来，病情的严重性扑朔迷离。这个血管是堵了，引起了脑子的局部的这个坏死，所以说暂时就是梗塞的，不威胁到生命，但是最后会让这个小孩子留下一些残疾。终于在术后的第20天，小佳佳已经苏醒了过来，生命体征也慢慢好转了起来，父母心里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下来。